要紧紧的心奇妙的，这真的是世界神奇妙的快。平常你想到世界会结束的时间，平常我们想到世界会结束的时候，你想到圣经就讲过有战争，我们想到世界圣经有讲过也会有战争，有地方有饥荒啊，对，大地震会大地震啊，对，有瘟疫也有瘟疫，这些事情你可能好像看过，这些事情我们可能比较意见得多，因为今天也可以实质到你讲过比较今天的事情，主持今天跟我们讲到比较特别的事情，大家慢起点时间，在这个默契的时候好，在你讲的时代是比较吃饭的时代，对，好，每讲的时间是比较危险的时间，对，多苦难的日子是多苦难的日子，意思说你到难来处理那就情况，意思说我们人们很难处理的情况，但是每到难要你修安装的翻译，有时也是很难忍受的环境，因为你讲的很多人性，今天讲到的是说我们人性，那讲的是一个误会的发生的事情，就说的在外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，对，要常去你讲的那你大概人性都该死，只是这段圣经所说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理发生的事情，你可以是淡淡的这个，就说我们自己止步自己的，你同个声音了哈，你不会管你排音又喊不喊的，就像小孩子一样，不会管大人有动掉的，排音一下子讲明白，现在大人的情形是怎么样，要叫一直叫，他爱哭就爱叫，要搞就是啊，他要玩就要玩，要睡梦就是睡梦，他要睡觉就要睡觉，不要很多自我中心，这叫自我中心，不要很多有趣的因素，这叫有趣的人，幼稚幼稚，你都太明白了，到大了就不会这样，因为社会慢慢的变成这样，今天的社会就慢慢变成这样啊，那就是我先的呢，我就爱情，爱吃瓜，吃瓜。我先解释，总共这个弄好呢，就像爱情一样，就讲自己很好啊，非常骄傲，非常的骄傲。乱骂别人，乱骂别人，培养父母，我们背弃这个父母啊，忘恩负义，忘恩负义，没信义，对，没有正解，没亲情，没有亲情，没妙音。很饶恕别人，听到你说的大饼哦，前面的广告说找到别人的大饼，就是很饶讲的没有停，好广告呢，爱说那个谣言，讲别人坏话哦，啊，听你的讲的，说讲别人的坏话，整天都可以说。你信你教咩？明明圣经教我们，我讲错就你来，要讲造就别人，讲好话，要讲好话，讲好简单，很不简单。你无法办饶恕自己，我们没有办法饶恕耶稣，耶稣自己很凶恶，很凶恶，不爱良善，没有不要良善，出卖朋友，出卖朋友，乱攀乱坐，乱行乱坐，不做亏为，自高自大，自高自大，爱享受，要享受，吃好的，搞好的，吃好的，玩好的，莫爱心，不爱自己。有健康的外表，有虔诚的外表，因为无健康的实际生活，没有精神的生活。你讲，有啲基督徒系多简单。有人说基督徒也是很简单。啊，一礼拜六天就乖乖坐个礼拜堂就可以。一个礼拜乖乖的坐在礼拜堂就好。两个小时。同意。当时就啊，像是非常的，爱工作，若是做不对，老祖宗原谅哎，跟主说原谅我们，就安样的地方，是这样的话吗？因为圣经没有，今天的圣经不是这样讲，强调会过敬虔的生活，他强调要过虔诚的生活，那叫做敬虔的生活，什么叫虔诚的生活？对，天大树基督的教导啊。就是跟着耶稣基督脚步行，要
这圣经怎样讲？那圣经上面又怎么说呢？我们要来听天公义嘞。我们要虔诚的过生子。啊，一定会遇到苦难，必备好。一定会受到苦难跟逼迫。啊，你面面俱到好好公义嘞。我们面面俱到，比较好过日子。啊，圣经话来，你坚持真理。圣经要我们坚持这个真理。所以讲，遇到苦难，你们。坚持。如果说遇到困难，我们也是要坚持。因为老主同阿受苦的。因为跟主同样受苦的。最尾才会老主同阿享受荣耀。最后才会跟主享受荣耀。乜叫做虔诚的生活？什么叫虔诚的生活？一道圣经里面提醒三件事情。这张圣经跟我们提示三件事情。我们要讲啊，是为天家是为脚步，就是跟耶稣的脚步。所以那你说嘛，该从头查考圣经呢？所以我们做什么？为什么要查考圣经？因为圣经讲我当作耶稣基督。因为圣经说到很多耶稣基督。他的言行举止。他的言行和举止。所以要坚持这个真理。所以我们要坚持这个真理。论山不可离怪。永远不要离开。世代渐来渐奇怪。世界越来越奇怪。啊，这个新闻讲，恶鬼就当作因为通气流汗。今天的新闻说，很多人有同志。特别的通气流汗。同志游行。错吗？对吗？很错的。那是不对的。哎，那你也是叫红衣一百分。我们的形象没有人一百分。对，很错还是很错。就是不对的，就是不对。容易爆表，像生病一样。爆表就会爆表。生病就是生病。要请医生来好好治。要找医生来好好医治。哎，要求主来帮助我们。要求主来帮助我们。你大概你会遇到困难。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。啊，伤心爆表。有时候生病。我爱你会欠避下来。给我们的病情减下来。我爱你欠避下来。先背下来。因为今天就是呢，真的，因为真的是有神。那你不能信啊。我们不是。今天你是乱来。今天的人们就乱来。那放弃就好了。我高兴就好了。这个你讲谁呢？以前人家说小孩子哪来搞哦，这么就喜欢玩。啊，听那么多还来搞。头不要砍下来。你搞啊，以为没命的嘛。你玩下去就会没有命。在一个村庄，在一个村庄，全部同性恋，全部都是同性恋。那个村庄会灭绝的，那个村庄会灭绝掉。那个没有原因了的，因为不会生育小孩子，可能会艾滋病遗传，可能就会艾滋病的。几千年前就两个三十，几千年前就是这个形容，就两个三十，有这个城市，索多玛。叫索多玛，摩摩拉，和摩拉，和摩拉，所以天然用火将那两个城市烧了。后来天上用火将两个城市毁灭。那医药乱了他，因为那时候的医药没有那么发达。但是上帝审判那个什么？也是上帝审判那些罪恶的人。你个艾滋病都竟然没办法翻身去活。因为那些艾滋病到现在都没办法医治。哎，也多麻烦的事情。这是很麻烦。几千年前就是毁灭的条件。几千年前就是毁灭的恶境。也那是神对人的爱惜。这也是神对人的爱惜。人没吃到一百岁，那是罪恶。我们不是知道一百岁就是最恶心的。那是不晓得悔改。都是不会悔改。从今天犯十二只过错就好了。一年犯了十二个这个过错就。加是十年，再是十年，加是加，再加十年，变一百五十个过错，就变一百五十个过错，一百二十个过错。好，就是说你乃不晓得悔改，人若是不晓得悔改，不晓得听耶稣的圣言水。不晓得求耶稣来洗我，真心悔改，真心的离开罪恶，离开了这罪恶，把你的人生再创建到，该罪恶再多。我们的
罪多，罪恶就越长。所以就对我失去好短命。所以有些比较生命比较不长寿的，不是不好。啊，就对我一乌鸦是不对。有些是一来就离开的人世。心脏凶。神跟我们一样。弟兄比你还难活。他养的比我们还要好。因为那你在看到世面很动的东西啊。总之我们看到小孩子是很可爱。众多工作是为爱你到底做啊？有很多工作呢，是神要喜欢我们的那个一起。啊，那礼拜就令人哦，准备给创业罗来布卡。我第一次带我女儿丽云给我岳父的家。哇，谁呢？不是要啊吗？要咬。小孩子肚子饿就会哭。啊，上次从墙壁那边咬。有时候很累的，他也会哭。哎，那创业罗同你当特别的乖。我岳父说一句很特别的话。当球魔谈到天使的声音。很久没有听到这天使在的声音，声音的叫，你坏心情的叹口。小孩子哭，我们做父母的就有好的心情了。那也就坏心情了，有好的心情。哇，你感觉像天使的声音。他感觉像天使的声音。哎，因为不怕上去调亮起来了。因为家里有时候非常的啊，可能就身边就身边没声音的声音。可能有十年或是二十年没有小孩子声音，他都声音的上去，是个倒灌机。他听到小孩子声音，心里很欢喜。我想做俺娘做阿公，没想到我现在做阿公了。啊，还想你考那个孙子。我有时候站在我的那个孙子，心情刚好，慢慢的反击，心情呢非常的好，慢慢的看他。有慢点喊，有慢点跳，安定一下咯。就看到小孩子怎么骑啊、怎么跳，都很欢喜啊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那你的心，阿妈爱心的心不来的，我们的心，这样的心呢，是上帝给我们的。心还是神来的，神更喜欢我。要不然你本来是件活活状态，还要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好好年轻的。好好的，我好享受你的慈爱。好好的享受他的慈爱。好好的荣耀你。好好的荣耀。就你可以进入天堂里。有一天就回到天堂。仍然团山兄啊。永远团结在一起。团圆在一起。对。像过年团山了。像过年团圆。哎，那么快乐的事情呢？那是很快乐的事情。比较比较要精彩。啊，要精彩。我这点呢，我慢慢学习。好好好。哦，那个气氛才会喜欢。所以身体动下来的，所以神是很喜欢我们。你一看圣经，你的心会很快乐。我们天天看圣经呢，心会很快乐。所以过几天的圣诞，所以过虔诚的生活，就是跟着耶稣的，就是跟着耶稣的。耶稣将耶稣人过一百个年头。耶稣过的，耶稣将他的人生呢。过一次给我们，就是做那个模范的事情，就是做我们的模范。他一百块一块，他凭一次给我们看。人生都还有嘛？人生到底是什么？既然说我妈给他了，他像小孩子，一下子没好像，仅仅做神经病。他真的做了这个小孩。哎，玛利亚老人懂他了。玛利亚跟他生下来，哎，你懂你状态，他最后长大，你懂你。不以单机的十字架，他最后给他钉在那个十字架上。第三天复活了。第三天复活了。复活了，复活了。十七天后转到天上去。四十天以后回到天上。感谢主啊！感谢主。那个人生是完整的吗？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。没死的是说的。不是死了就结束了。啊，还有阿鲁哥前几年的还有过世。那个阿鲁哥前几天在大陆过世，彭什么彭炳禄，彭炳禄，先生，这个玉珍的姨妈，就是玉珍姊妹的阿婆，啊，他就去医院办，回中都不看了，下午十二点半可以回到，不回中了，可以回来，俺哥怎么这么辛苦了？听起来是。
心酸。也就是人生的果餐。这就是人生的果餐。又善又死。有生也有死。我还心动那里在尊享的灵魂。但是神给我们的永远的灵魂。你的肉体从那个从那充满了毛毛虫的嘛，就你啊，我容易死掉了。我们的身体像那个毛毛虫呢，有一天会死掉。同学，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有一天那个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从耶稣中了，那些身体会复发起来。就像耶稣一样，我们的身体被复活起来。从毛毛虫的变成啥的？像那个地上爬的这个毛毛虫，变成了什么？变成另外一个荣耀的身体。变成一个另外荣耀的身体。那是才是事实啊！这是事实的事。我们人生没有办法决定了。没有，我们人生的为的是什么目的？啊，我们受伤了。像坐车子。有人下车的。有人下车的。你讲那一定他都看来到的。我不知道我家。那目的地本来到的，那目的。我的目的地在哪里？我不晓得。还有满天是碎。这样的人生就没有意义。好，该地方他打的两声，那个人叫做傻瓜，阿达。哎，我打他的义工，他一地，我从外面载没有被他杀活了。那个售票人员不知道说，我不知道要怎样打票给你，你要坐哪里，就下车了。人生是两样，人生不是这样。对，那是过一百公里。所以耶稣过一。医生给我们看啊，我刚刚你读的使徒行传，刚才我们读的是使徒行传，就是用大师的圣公开里面，也是将那个耶稣的一生呢再说一次。你们相信吗？我们相信了。心三种因会告白你，神乘坐这个人来交代我们。那你免在那随便啊，是你在那过年的时候说的。我们不是在这个世上呢，随随便便就过气了。哎。人人必有一死，人人必有一死。以后还有审判，死了以后还有审判。在战争上从来不讲一句。那个詹先生时常说一次话。就等于呢，七阴两佛还能共赢了。有些人这个杀人放火这样不过人。就等于呢，左坏左恶共赢了。有些人这做坏做恶的过人。要说上帝安呢，规规矩矩，老老实实。像他这样规规矩矩。过生活，多多去去，老老实实，死的这么重要啊？死的全部都是一样。那天做人，怎么那么公平啊？那个天在做人，实在是没有公平。神道公平，神很公平。那就是你就是讲重重要。我们一天24小时一样。那就你那个叫做夜明星的重要。我们有一天呢，要回到天上也是一样。总的，那你所做的。留到人来，但是我们所做的事要留到永远。那是才的事情，这是时代的事情。所以在神的面前就两本书啊，在神的面前，这个桌上两本簿子。一本叫做《善良善》，一本叫做《生命簿》。这单过去面子的，坐在转天堂。上面有名字的，可以回到这个天上去。你本来列祖公，他可以是公鬼的片头啊。因为我们的祖先呢，一开始就给那个魔鬼捆绑、骗取，是分别善恶的果，是那个分别善恶的后。那意思就是，哎，自家做主了。那意思就是说自己在做主。要善的，要恶的，买自家决定。这个善的，这个恶的，我自己做决定。要好的，要坏的，买自家决定。这个好的坏的我自己做决定。会做，你做那个，哪一个？要做那个，不做那个也是我自己。你是一门心啊，不用去问上帝。天地良心，全部不是管。什么天地良心，全部都不用管。还有人生闯，这样的人生对吗？从小身材嘛，身材大，左边吗？将父母随便打，随便骂，可以吗？大家都懂的，大家都知道。现在是个人都认同这样子。这样的时代就越来越多这样的时代吧，违背父母，这样说叫做违背父母。没亲情呢？没有亲情，不晓得感恩，不晓得感恩。心就是爱那边的，神呢在诅咒这样的。对，三规矩啊，要赶快的悔改。
原来神在乐园里边的安慰中心。原来神呢、啊，在这个乐园中还有另外一种善良，也叫做生命树。对，重新变动，新的善良。就是重新得到这个新的生命。耶稣的善良。耶稣的生命。永远的善良。永远的生命。所以，你决定悔改，接受耶稣的。所以我们悔改接受耶稣的，我的名字会写在这个生命簿里面。哇，不得了，这是不得了。今天贵人的阿婆啊，今天贵人的阿婆，九五妹姊妹，九五妹姊妹啊，因为谁的信耶稣的，他要洗礼，信耶稣，感谢主啊，感谢主，九十四岁还躺下去了。94岁还听得懂，圣灵就感动你，圣灵有，因为心相依啊，圣灵有爱他，心相依啊，神爱他，心很相爱，你大感激你吗？神也是爱惜我，今天才说你坠落，今天在座他坠落，一直躺回去，他都听得懂，一直决心为了洗礼，他都决心要来受洗，你的汗管听通了洗礼啊，我们还在这个油腻啊、不来洗礼，啊，实在可惜了。实在是可惜，求主帮助。你天公应该发现他的阴地啊？因为明天是怎样，我们不知道。俄国的飞机啊，俄国的飞机，他们跌下来，在天上掉下来，也死的200多人，也死到死掉200多个人，一下子的，一下子啊，一秒钟的，几秒钟啊，大圆空难，大圆的空难，已经都被抬上来。已经到这个大连了，可能到半分钟飞机什么停下来，可能过半分钟飞机到大连的机场停下来，停下来，中了，毙命，总是爆炸一声，全部没事，全部的人飞改的机会没没呢，连这个飞改的机会都，就一讲哦，那我死的时候，我就要出面两来了，哦，有人在说我要死的时候才求主耶稣来原谅。机会机会都没有，我们要求的机会都没有。莫将这个善良开玩笑，不要将我们自己生命当作玩笑。认真来过今天的生活，认真来过虔诚的生活，天上所教，跟着耶稣的脚步，坚持真理，坚持我们，坚持真理，明白圣经，明白这个圣经，圣经啊。圣经是什么？今天做的是圣经，最后一场让你搞到清楚。今天读的圣经最后一段，我们说的很清楚。耶，讲啊，圣灵来灭世感动的。他讲的是圣灵来啊灭世秒灭世我们的感启示，启示我们的感动。注意听啊。意思就讲心欢喜。意思说，这个神啊，有没有吹气？吹气给我们。你来讲感动的意思，哎，原文的意思心欢喜。他说这个感动，原文的意思就是吹气的意思。心欢喜。神吹气。啊。哪里欢喜？哇，心欢喜。心欢喜啊！神吹气啊，给我们。啊，所以讲这个音乐都心特别的感动。就说一个人得到神的特别感动，以善良的话，给他生命的话，安博会的话，这样的话写下来，写下来，三种圣经，成作这个圣经，三种成为圣经，成为圣经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圣经的宝贵，圣经是很宝贵的，因为不仅得到得救的机会，他会给人得到这个得救的机会。得到折旧的智慧，得到折旧的智慧。所以他来讲到啊五件事情，他来说到五件事情。第一，圣经的教导真理。第一，圣经是教导的真理。第一，也积极错误。他是积极的造物，指责错误，指责错误。第三，是死因归矩。第三是死人归正。第四，继续人生的道路。第四是指示人生的道路。听，壮皮基督徒和各种善事。
第五就是装备基督徒行各种善事。剩下的十五分钟，我再搞一下一点。剩下十五分钟，好好来解释一下这五点。第一，先定改共好给大家。是圣经的功效是这样。第一，搞透真理。第一，教导这个真理。第一个，实际到底面色的说明书啊。有人说圣经很像人生的说明书。啊，愿意卖一下性感田龙。今天我们买一个性感性感的这款。新的收音机音响，你一定要买一种。我们不知道如何开启。你会看这个说明书吗？我们看这个说明书吗？哎，那个人生很宝贵。我们的人生这么宝贵。我到底想买一摊敢创的？该有如何的行动？我到底买个目的呢？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人生买个什么幸福呢？人生叫什么幸福呢？啊，单单存钱是幸福吗？单单是很会赚钱就幸福了。所以呢，作为首先的国人是防勇气。所以呢，很会赚钱的台湾防勇防勇气在台湾。啊，一传很多钱就会给家庭幸福了。他赚这个很多钱，有没有给他们的家人带来幸福呢？打官司都这样难打。官司打到现在还未了。求主帮助。求主的帮助。人生的说明书的设定。人生的说明书就是这本圣经。圣经不爱去了解圣灵。圣经给我们了解神的爱。心改智慧。神的这个智慧。啊，你了解啊，你。我们了解我们的人生。圣经这样写。圣经这么说。我们会改因的心改工作。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是神的工作。就跟司徒一番所说，心改杰作天造。有一位牧师说，他成了这个神的杰作以及工作。啊，你当然你提什么样一点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第一名。对。你给短线主义啊，就给医生对广义的统一。我们的这个短线队来说这个医生是来说这个道理。哦，鼓励那个谁呢？鼓励这个小孩子。一个大概因此提醒别人。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第一名。我读书的中文大好不也是？干嘛提醒别人？我读书每一次都最后一名，怎么说会是第一名呢？没有说最后一名，常常在后面。常常在后面的那个最后。啊。一个，提一下你给细胞啊，天生的这些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细胞形式是吧？在妈妈的肚子里。在妈妈的肚子里面。对，因为像妈妈的卵呢，就是有妈妈的卵子。啊，还有爸爸的精子哦，哎，差不多八千万个一起很多的精子啊。还有。爸爸的精虫呢，有八千万到一亿这么多。哦，这个是鼻酸掉。他们就比赛。啊，多贵几万到鼻酸。就像一整亿在那个里面的赛。啊，体型变矮，落到个卵地位。第一名呢，进入这个卵子里面。哦，其他的对。其他的就不能进。所以跟那卵子体型变矮了。所以那个卵子是第一名的卵。心体变好。神特别的安排，那心的智慧的做法，这是神的智慧的做法。心不能只有活的，体力量很弱的地方。神给他最后最好的第一名进入他妈妈的卵子。所以心从一灭体力量一点。所以神到我们是第一名。哦，哎，你别讲，我最会赚钱的才体力量。我们今天说最会赚钱的才是。那个读书哦，读最好的好保障的体力量。所以读书读最好的才是第一名。今天的高中人都已经沮丧了。今天的教育是越来越增长。哎呀，对啊，大家一目平等啊，对吗？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哇，当好打篮球啊，你说交流最好。哦，就像最喜欢打篮球都是最好。他说乔丹是最好。他说乔丹是对最好。你摸打篮球？没有。你不是最我喜欢中菜。哦，中菜啊。哦，一起哦，买他最好。种菜的人人最好。哇，我们种安排菜，可能最好。不一定吧。哈哈，没啥搞了。好，
所以讲你按，第二方面你按住了。在某方面他的领会。所以你推翻就是反，我们讲。所以我们台湾有句话怎么讲？是动不会，出去谈哦。就是最好话注意听啊。好好是重言的。就是安堂出状元。其实讲大概因。其实说每一个人都是第一名，就是你没相信，有些人不相信，你慢慢想，我们这个慢慢想，你看看看就好。等一下我还要讲，心紧紧保护我们，神真的是保护我们。啊，秀章会祷告你们，秀章姊妹会祷告一次，说啊，一个心保护我们，神保护，目中心了。神保护我们，将保护我们的眼睛。你想过吗？我们想过的蛮好，而且所有的沙落到那里也蒙住了，那里蒙住了点沙一点。所以一点点沙子进入我们眼睛，我们的眼睛会知。啊，你知道谁不能为国人那里蒙住会伤害的？一个小小蚊子进到蚊子进到我们眼睛，我们眼睛就会很难过。所以讲人生很苦活哟。所以说我们人生。就是有人说，有人说，嗯，错的，不对的，因神的心奇妙的工作，人生是神奇妙的工作，心神不平，心神生病了，现在送到农民医院，现在送到这个农民医院，前天晚部那个风波推的啊不够，前天晚上我跟那个师母过，师母。一起到这个农民医院去，包括是写一篇文章，他们的整写文章，用透过新城对伊来讲当重的负担，以前新城对他们是很重的负担，用他们老嘞用个山，以后老了要怎么办？那小孩子用个山，那小孩子要怎么办？从伊个文章该白写。上帝不买就改天使，所以他在文章里写的上帝给我一位天使，因为那莫雷拉斯星辰，如果我没有这一位儿子星辰，我不会认识耶稣，他是上帝派来的天使，他是上帝派来的天使，那都难了解，我很难了解，总是阿福哥的心动情的感觉，总是阿福哥的心很深的感动。每个人的心计划地位最好的，每个人都是神计划最好的，因此地上好的山，我们不用想遇到遇见别人，双双地方心可以买做的，常常知道神。到我们做什么？双双出去行进的法，常常遇见这个圣经的话。第一，积极从；第二是指责个错误。新的法从光，神的话像光一样。新的法从点的，神的话也像镜子一样。哎，那你从这个观点来哦。我们是当半面镜子。啊，那你两口子，有些到过户。我们看到这个脸上有点黑点。哦，这听到不乱的耶。这个头发已经乱了。哇，你我摸内我。这个扣子没有扣好。哎，不买你地，买你给错误。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错误。圣经讲，新的法是两面的耶镜。圣经说，这个圣经呢，就像两面一刃的剑。叫我们念骨髓的出口。像我们骨髓都是金金。出块了，是那是，放在你口中，你最亲爱的问题啊，给我们看到我们错误最深的问题。哎，心情给你想来的，神实在是很喜欢的。要从那里喊财气祝福的道路，他要行的，你行在我们这个祝福，让我们祝福的道路，让我们走在那祝福的道路，让我们走在那祝福的道路，感谢主。感谢第三，死因规矩。第三，死人为了正直。看从他爱进的路，行那个正直的路。今天说安都是端出来，今天很多异端的跑出来。
因为基督对圣经不了解，因为他们对这个圣经不了解。可能圣经的没读懂，就是许多啊，圣经没结合。可能这个圣经没有读这个很成熟，就认为说圣经没有很好。圣经明明讲他是从新的来。圣经明明说耶稣就是神的儿子。诶，脱三种肉身。是那个道真做成肉身。脱本来就是心。道本来就是。很清楚。这么清楚。你讲，人家是因为啥？我也点睛一点点。耶稣只是一个好的见证。哇，提起名来点睛一点点。第一名的见证。完全不错。完全不对。我记得发书发到当天呢。他们发行这个书发行。啊，那你当中赢了两个，记得不是？耶和华见证的。耶和华王国，我们很多人读过耶和华的书，耶和华啊，该很激动，那是激动。连这样书的心是不行的。连这个圣经耶稣的书，他都耶稣是神，他都不承认。他都不承认。求主帮助他的。求主帮助。就你讲，圣经的恩书，是单单东方眼里。有人说圣灵的那个恩赐，恩赐单单是只会说这个方言。讲方言是最重要。讲这个方言是最重要。啊，莫讲方言，可能莫莫得。没有讲方言，可能是没有得救。圣经完全莫讲的。圣经完全没有说这个话。最大的恩赐就是孝心。最大的恩赐就是，爱心嘛。爱心嘛。爱心。求主帮助，求主的帮助。最要学习的，最要学习的，就是会学先知讲道，就是要学先知的讲道。将新的话讲给不了解的人，将这个神的话讲出给不了解的人听。哇，讲到当清楚，讲得清楚，因为一讲方言，就是他讲这个方言。求主帮助来的，求主帮助我们。那你希望教会有几多讲方言？我们希望这个教会有人会说这个方言。中尉，不是讲方言的，谁最重要？就是不用讲方言是最重要。圣经上面的最高的原则，圣经才是我们最高的原则。第四，第四，只是人生的道路，只是这个人生的道路。新的法则，我们脚先的灯。神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路上的光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啊，你常常很辛苦，人生的方向。我们时常在寻找人生的方向。做爱工作的好处。我们要做什么工作的对？求主帮助，求主的帮助。你来常常看圣经。我们时常看这个圣经。神的话会教你讲。神的话会告诉我。因为感动你的心。他会感动我。也是那个旨意。这是我的旨意。要安在其中，我们要行在这个其中。莫单单听人家写的，不要单单跟这个世界的道路。第五点。第五点。要装备基督徒。要装备这个基督徒。使你准备好嘞。使我们准备好了。啊，随时可以喊动作心欢喜的事。随时可以行这个神很欢喜的事。啊。今天你是几点钟？一天24小时。你做很多事情。我们做很多事情。那你就更新决定装皮和做新换的事吗？我们有给神装备好，做神该做的事情。哎呀，你装得多，所以我就是啊，就给浪费一点。我们时常想到要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又浪费今天的事啊。就是讲你当一三多。转向很多，求主给我们每一天就像这钻石一样这样宝贵。你看人要救自己亲人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人要救自己的亲人的时候，哇，一块张扬，得一个病，哇，到哪去？很难的，很难过。常常谈到啊，很难医啊，很难医啊。啊，哎，常常谈人两个，时常听人家这么说，最后一张老板他还做不到用。最好要跟我们啊，自费没关系，这个自费没关系，自费啊没关系，就是钱的问题没有关系，啊自己会出的，我自己会出，感谢，感谢，啊你的，留给留下来，善良的结果这个事情，
我们知道跟他留下来这个生命是很宝贵的，所以好多钱你明白了，所以很多钱都可以给你发出来。对，郭台铭富阳地中央舞台是中国北京女婿，台湾最有钱的目前是郭台铭，把他弟弟送到这个北京去，那是弟弟善良的宝贵，你就知道这个生命的宝贵。他莫钱财宝贵，我们不要随便过生活，我问心我就体谅呗，过给神可以纪念的日子。除了上梁山，他就会囤很多纪念山。除了这生命册，还有另外一本就是纪念册。在马拉基书啊，属于律宗的话，你讲。在马拉基书最后一章跟我们说到。第三章。第三章。啊，懂懂。有上梁山摆在神的面前的。有生命册摆在个神的面前。你所做的。我们所做的。他心很兴趣的。和神的生那个意义的。意义的让你其他的。他会将我们记在里面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时间到了，时间到过今天的生活，过这个虔诚的生活，记得天主的脚步，记得跟神的脚步，坚持尽力，坚持真理，明白圣经，明白圣经，照圣经的事情来行事，照圣经的意义来行事，求主祝福大家。求主祝福大家，同心来祈祷，同心来祷告。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经，今天我们可以好好在这里来思想。主啊，孩子讲的真是有限，但是主你自己来亲自帮助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话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